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晚风沦陷于赤诚的爱。大家好，我是丸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老公想把好不容易拿到的学区房名额让给他早逝双胞胎哥哥的儿子，被我拒绝后，他立马收拾行李住进了只有他嫂子和侄子在的家，还任由他侄子喊他爸爸。 我让他回来签字，他以为我妥协了，却在看到离婚协议书几个字时，破防的说：“我不可能离得了他。”我把他的个人物品用大型垃圾袋装好，扔到门外。当初选你当上门女婿，主要因为你脸好看，智商也高。现在吗？你脸不要了，脑子也没了。再留着你就显得我太蠢了。 不就是个玩具，哭什么哭？再给你订一个不就行了？一点都不懂事。赵志飞再一次因为赵天豪委屈小宝后，我忍不住了，直接给麒麟打了电话，要求他把小宝的玩具还回来。那是我托人在国外给小宝定制的生日礼物，就因为拿到手时被赵天豪看到了，被赵志飞毫不犹豫的送了出去。 电话里的麒麟开始抽泣，说是自己不好，没想到赵志飞这么偏他儿子。旁边的赵志飞涨红了脸，第一次冲我吼，说我不给他面子，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小宝流着泪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被这声音和画面刺激的眼前发黑，不敢相信一切都是因为几个月前认识了麒麟和他的儿子，而这还只是开始。因为工作变动，我和赵志飞带着小宝换了个城市生活，怕孩子在新幼儿园的第一天不适应。那天我俩提前下班，早早到校门口等着。妈妈，爸爸。 一前一后，两个孩子向我们跑来。我接住小宝，和儿子疑惑的看着搂住赵志飞腿的小男孩。淼淼，这孩子跟我没关系啊！你一定要相信我。赵志飞一脸惊慌，想推开小男孩，又怕劲大了伤着孩子，手足无措的样子让我忍俊不禁。刚想说相信他。 一个穿着纯白大衣的女人，婷婷袅袅的走到我们面前，眼眶泛红，不可置信的盯着赵志飞的脸。就算我知道赵志飞没有胆子，也没有时间在外面乱来。看到眼前这一幕时，我心里也不禁泛起了嘀咕：“妈妈，爸爸回来了，你答应过我，爸爸回来就带我去游乐园。” 小男孩抱着赵志飞的腿，说什么都不撒开。那女人听到小男孩的话，终于回过神，哄着小男孩放手，又不好意思的对我们笑笑，哽咽着说：“抱歉，您长得跟我已逝的老公一模一样，要不是您眼角少了颗黑痣，我真的以为他回来了。”名为麒麟的小男孩妈妈。 眼神几乎就没从赵志飞脸上移开过，我心里不太舒服。但看他们娘俩哭的哭，闹的闹，便客气地问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就当为了这缘分。麒麟忙不迭地答应，还在他儿子看到小宝被赵志飞抱起，不乐意地大喊时，低声呵斥。我关心着小宝的状态，也就没太注意。 赵志飞在听到麒麟的话后，有些心不在焉的模样。我记得小时候院长说过，和我一起被留在福利院的，还有一封信，里面提到我是双胞胎，还有一个哥哥。趁麒麟母子不注意，赵志飞在我耳边说了这句话。联想到刚刚麒麟话里的意思，我内心直呼：狗血剧情竟然出现在我身边！ 一顿饭的时间，大部分是麒麟在说话。在她说起婆婆去世前，提到她老公有个双胞胎弟弟，当初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实在养不起，一时糊涂把孩子送走时，赵志飞失手打破了一个杯子。事到如今，除了没有亲子鉴定，赵志飞就是当初那个被送走的孩子，几乎可以板上钉钉。 可能接受不了，找到亲人的第一时间就得知他们都已不在的消息。从饭局后半程开始，赵志飞就有些魂不守舍。小宝一向懂事，他察觉到爸爸心情不好。平时黏我的他，回家后缠着赵志飞讲故事，不让他爸爸胡思乱想。淼淼，我想和麒麟的孩子做个亲子鉴定。 睡前，赵志飞抱紧我，低声在我耳边说这句话。我当然支持，虽然当初他是被抛弃的那个，但斯人已逝。赵志飞可能找到了除小宝外唯一有血缘的亲人，我为他开心。只是没想到，这次认亲让我重新认识了枕边人。第二天，我托关系为他们家急安排了亲子鉴定。 几个小时后，当写有相似度百分之九十九的报告出来时，赵志飞搂着不明所以的赵天豪，哭得不能自已。赵天豪扭头问捂嘴哭泣的麒麟：“妈妈，爸爸为什么哭这么伤心？”麒麟不着痕迹地看我一眼：“天豪，这是小叔，不是爸爸，别喊错了。”他这一句话当然不能扭转孩子的认知。 只是在小宝也想抱赵志飞，却被赵天豪一把推倒时，歉意地说：“孩子太小，不懂事，你别介意。”然后就当听不见似的，任由赵天豪喊着“爸爸”，小宝委屈地躲我怀里掉眼泪。我看着麒麟柔声安慰赵志飞的样子，感觉他们好像才是一家三口，而我和小宝才是外人。 不知道是血缘亲情还是同样姓赵，确信赵天豪是他侄子后，赵志飞把倾注在小宝身上的父爱分了出去，丝毫不顾及小宝的心情。在他第三次为了陪赵天豪而失信于小宝后，我终于对他发了火。之前我一直体谅他，以为他只是刚找到亲人太过激动，还替他给小宝解释。 可他没完没了，变本加厉，甚至把小宝期待了很久的定制玩具都给了赵天豪。在小宝失望哭泣后，还不耐烦的说他不懂事。我提议过让他带两个孩子一起玩，毕竟是亲人。但赵天豪这孩子不知道怎么教的，霸道的不行。我在的场合，他会叫赵志飞小叔。 只要我一离开他的视线，就立马改口喊爸爸，而且会趁我不注意对小宝动手推搡、言语攻击。赵志飞从来不觉得赵天豪做的不对，反而兴奋的说：“这孩子像他，还说他小时候在福利院，就是因为有些霸道不讲理，才能过得比其他孩子好，不受欺凌，不像小宝。” 遇事只知道哭，一点都不像赵家人。赵志飞是上门女婿，结婚时说好第一个孩子跟我姓。之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过不乐意。有了跟他血缘相近的亲侄子，我才知道赵志飞跟别的男人没两样。哪怕那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当初把他弃之敝屣，哪怕他从来没享受过父母的关爱。 哥哥的照顾，他内心依然觉得跟他一个姓的孩子才是他血脉的延续，才是他关注的重心。其实小宝不是爱哭的孩子，他心思敏感，感情细腻。他是察觉到爸爸的不对劲，又搞不懂怎么回事，所以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诉说自己的委屈。而这些认亲过后的赵志飞。 丝毫不在意，看着小宝不再像以前一样爱笑，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想跟赵志飞好好聊聊。没想到我还没开口，他一改这段日子在家里的冷漠，略带讨好的说：“淼淼，我爸妈走得早，我哥也走后，麒麟一个人带着天豪的日子过得不太好，这段时间。” 我知道赵志飞明里暗里的补贴了那对母子不少，所以不明白他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见我没吭声，赵志飞把刚削好皮的苹果塞进我手里。这不是马上要小学报名了吗？麒麟一直为了这事发愁呢，能不能把咱家房子的名额让给天豪、小宝的？咱们再想办法。 我差点被苹果噎着，我不可置信的看着赵志飞，不敢相信他能说出这种话。我们家条件是不错，但跨市调动，当初为了小宝能顺利进个好学校，为了能有个学区房，我爸妈费了多少心血，欠了多少人情，赵志飞不是不知道，而他现在居然要为了认亲不到三个月的侄子。 不顾他亲儿子能不能顺利上学，想用一个苹果让我松口答应，把好不容易得来的学区房名额让出去。他哪来的自信？哪来的脸？我这么想的，也就直接这么问了他。没想到，在我面前一向情绪稳定的赵志飞瞬间变了脸色，不顾小宝在一旁玩玩具，站起来指着我就骂。 温淼，麒麟说的对，你不让小宝跟我姓，就是看不起我，觉得我吃你们家软饭。要不是当初你爸许诺将来把公司交给我，你以为我会同意跟你结婚，还一直低声下气的伺候你？看看麒麟，再看看你，一身公主病，花钱大手大脚，不会做饭，不做家务。 一点都没有个当妻子的样子。这几次去麒麟那里，我才感受到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真不敢想，之前的我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保姆看情况不对，早早把小宝抱进了屋，而我就坐在沙发上，听赵志飞细数我的罪行。内心从惊讶、愤怒、难过，到最后平静如水。 所以他这段时间的变化，不只是因为他侄子，更多的是因为他名义上的嫂子齐玲。我打量着眼前这个跟我同床共枕七年的男人，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让我心动的模样。他愤怒的表情，因为激动喷出的口水，跟当初那个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眼神倔强却文质彬彬的样子判若两人。 他说完了，气喘吁吁地喝光本来给我倒的水。我再问你一遍，学区房的名额给不给天豪？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吃，我没忍住笑出了声。在赵志飞想再次开口前，抬手示意他闭嘴。你脑子里有水，想干什么我不拦着，但小宝的东西，你想都不要想。好。 温淼，你有种！你将来别哭着求我回来。赵志飞快速收拾了东西，不顾小宝的哭嚎，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我被这荒唐又可笑的现实定在原地，一时想不通事情怎么就发展成这样。妈妈，爸爸是不要我们了吗？小宝带着哭腔坐到我旁边，他轻轻摸了下我的脸。 我才意识到我竟然流了泪，我把小宝搂在怀里，轻拍着他的后背。小宝，如果以后只有妈妈陪你长大，你会不会难过？会不会怪我？小宝是个聪明的孩子，我也深知父母感情不和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所以我很直白的问他。小宝抽泣了一声，抬起头亲了我一下，妈妈。 一开始我可能会难过，但爸爸最近变了好多。他让那个总欺负我的赵天豪喊他爸爸，好几次忘了跟我的约定。刚刚还大声吼你，这不是我想要的爸爸。他让你难过了，也让我伤心了。如果他不要我们，那我也不要他了。刚刚我哭，是因为是因为没反应过来，小宝可能意识到自己说的话。 跟他刚刚不舍赵志飞的样子不一致，害羞的把头埋在我怀里，偷偷笑了两声。我被孩子的天真和懂事安抚，因赵志飞而起的负面情绪就这么消散了。虽然有了离婚的念头，但我知道只是一次吵架。控制欲极强且更看重女婿的我爸不会同意，不把他说服。 我这些年的努力都会白费，更何况这些年赵志飞跟我家牵扯甚广，离婚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做到的事。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小宝上小学的事落实，以免节外生枝。赵志飞搬去麒麟那里后，好像真的和那对母子成了一家子，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这天，赵志飞在看到我发的朋友圈后，带着他们出现在我和小宝吃午饭的地方。明明麒麟住的附近也有商业街。看到赵志飞让赵天豪骑到他脖子上后，小宝就算极力掩饰，我还是看到了他失落的表情。之前那明明是小宝的专属，而现在赵志飞就这么带着，大声喊着：“爸爸真棒！” 的赵天豪在小宝面前耀武扬威，赵志飞眼里的挑衅很明显。他知道小宝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他想用这种方式逼迫我向他低头。也不知道是不是麒麟的温柔小意让他自信过了头。我心疼小宝，但绝不可能为了让他有一个所谓完整的家庭就委屈自己。 而且，现在的赵志飞已经不配做我孩子的父亲。好在小宝小小年纪，三观很正，也明事理。第二次看到那三个人在我们面前亲亲密密地走过时，小宝反过来安慰我：“妈妈，你不要难过，他已经不是之前那个爱我们的人了。我会听话，以后我能照顾好你。” 这样的老公不要也罢，你千万不要为了我委屈自己。赵志飞再怎么折腾，我内心都没什么波动。但小宝的这句话让我不禁泪湿了眼眶。赵志飞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我哭了，他突然走过来，坐到我们旁边，摸了摸小宝的头。温淼，我就知道家里没个男人怎么行，你服个软，跟我道个歉。 承诺以后家里大小事务我说了算，我立马回家，做小宝的好爸爸，做你的好老公。我和小宝用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他，而赵志飞好像沉浸在自己彻底翻身的美梦里，丝毫没有察觉，反而满脸笑意。我感觉到如实质般的视线，顺着看过去。 麒麟望着我们的方向，满脸嫉恨，而赵天豪也不服气的指着我们大骂。没想到赵志飞这种垃圾还有人抢着要，我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把他打发走了。后天是小宝幼儿园毕业前最后一次亲子运动会，不想让小宝留有遗憾。思索再三，我决定再给赵志飞一次机会。 把邀请函转发给他，可是直到运动会当天，他都没有回复。甚至牵着赵天豪的手，和麒麟母子穿着亲子装出现在众人面前。妈妈，只有我们两个人也没事，我会尽力的。小宝看我表情不好，反过来安慰我。从小体育不及格的我，因为小宝的话激起了斗志。 我要向小宝证明，没有他爸爸，我们也不会输。前面都很顺利，变故是突然出现的。我参加家长短跑比赛时，小宝被赵天豪带头的几个孩子打倒，都是五六岁的孩子，不会控制，一身牛劲，小宝被打得措手不及。我听到小宝的哭声，赶过去时，小宝已经倒在地上。 头和脸都出了血，看着被老师抱在怀里痛哭的小宝，我一巴掌扇在站在一旁做鬼脸的赵天豪脸上，还想再打时，背后赶来的赵志飞推了一把：“孩子打闹，你一个大人插什么手？这就是你们温家的教养？”我气得浑身发抖，把小宝从老师怀里接过。 愤恨的怒瞪被赵志飞护在身后的赵天豪，小畜生，你给我等着，我绝不会放过你！他一点不怕，探出头对着我嬉皮笑脸。谁让你们要跟我抢爸爸？狐狸精，不要脸！周围围观的家长“嗡”的一声炸开了锅，对着我和小宝指指点点，“小三、私生子”等词语。 层出不穷，小宝又疼又惧，扯着嗓子喊：“那是我爸爸！”赵志飞神色尴尬，我看到他想走到我们身边，但被麒麟一拉，就停在了原地。我不是忍气吞声的性子，之前还觉得这是当众说出来不好，毕竟赵天豪是个孩子。但现在他们能做到这份上，那我也不会再有顾忌。 我深吸口气，用压过众人的声音大声道：“赵志飞，本来不想把事情做绝，是你们欺人太甚。”他看到我神色决绝，想阻止我，但已经晚了。上赶着给你双胞胎哥哥的儿子当爸，我不拦着，但你竟然放任他欺负你亲生儿子，你是不是人？跟你嫂子和侄子穿亲子装，你安的什么心？ 究竟谁是小三？谁心知肚明？麒麟捂着脸开始哭。赵天豪不服气地大吼。赵志飞在众人的目光下满脸通红。他视线四扫，见我还想再说，突然冲过来扇了我一巴掌。我抱着小宝，反应不及，他这一巴掌使了好大的力，我的脸被打偏，嘴角缓缓流下了血。 小宝哭着把手放在我迅速肿起来的脸上，转头对赵志飞大喊：“我不要你做我爸爸了，你不是我爸爸！”赵志飞愣在原地，看着自己的手。在我眼神冷冷的看向他后，他打了个哆嗦。“淼淼，我不是故意的，你听我解释。救护车来了，我在幼儿园领导的帮助下抱着小宝上了车。” 在赵志飞也想跟着上来时，狠狠踢到他脸上，直接关了门。在医院检查完，确认小宝只是皮外伤后，我联系车准备回家。一路上，我想起当初不愿意结婚的自己，想起从小到大，我爸对于我性别的不满意。本来我想远离他，是我妈苦苦哀求，说我爸只是不会表达。 让我别不要这个家。自从知道自己再不能生后，我爸就在外面资助了几个学生。他一心想着从他们当中挑一个，将来做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因为我爸，我对男人、恋爱、婚姻从来没有期待，所以在决定找一个好拿捏的男人，想羽翼丰满后，从我爸手里接过家里的事业。 让他知道，他能做到的，我也能。跟性别无关时，我在可选择的范围里选了看起来最老实的赵志飞，因为他是孤儿，没有家人的拖累，而且长得不错，智商可以，本科和研究生都是不错的学校。他的基因让我满意，就算有一天他不好控制，我也可以去付流子。 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没遇上麒麟前，赵志飞的表现能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他情绪稳定，知道我和我爸关系很差，充当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在我忙工作时，他能把小宝照顾得很好。我爸那么挑剔的一个人，这些年也对赵志飞的表现很满意。这次我和他的工作调动。 也是我爸对他最后的考察，只要他能通过，我爸就准备把手里的权力都转给他。没想到，正是因为这个决定，赵志飞暴露了他真实的一面。打开门，看到只有我和小宝，我爸很不满，他觉得我不会做事。我要离婚，不想废话，我开门见山的说了这次回来的目的。果然。 我爸愣了一下后，对我破口大骂，直接拉开还没关上的门，让我滚出去，说我让他丢人。我身心俱疲，虽然知道他会是这个反应，但还是不免寒心。刚想说离婚的原因，小宝哇的一声哭出来，两手张开挡在我前面：“你们为什么都欺负我妈妈？你们都是坏人！” 我爸很喜欢小宝，要不是年纪太小，我爸都想直接把自己的股份转给他。他这才注意小宝头和脸上的伤，张口就说：“我连孩子都照顾不好，果然是个废物。”我妈这才从楼上下来，快步走到我爸跟前，让他不要再说话。与此同时，小宝边哭边说：“他为什么会受伤？” 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我爸因为小宝的话气得直喘粗气，没有目的地转了两圈，看到我，下意识又想骂：“这就是你当初选的人，对，都是我的错，你干什么都是对的，我的出生就是错误，我就该死！”我撕心裂肺地冲着他大吼：“我从小就会看人脸色。” 尽量不跟我爸正面冲突，这是我第一次没有保留地向他宣泄着我对他的恨和不满。我爸愣在原地，他一开始想动手打我，但被我妈拦下。渐渐的，他不再有动作，直直的看着我。原来我在你眼里这么差劲，把憋在心里多年的委屈全部说出口，我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平缓呼吸时，听到我爸沙哑着嗓子问我：“你做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数？”我毫不客气，再也不在他面前伪装。我妈一直在哭，这时她捶了几下我爸。当初要不是我拦着，淼淼早就离开我们了。你哪来的执念？一直觉得我们女儿不好。你要是再像以前一样拎不清。 我就带着淼淼和小宝走，你自己一个人过。说来也是搞笑，我爸妈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但我爸就是不喜欢我。有人知道他的执念，往他跟前送女人，说准能给他生个儿子。我爸直接跟那人断了联系，还收集那人违法的证据，把他送了进去。 我妈这些年在我和我爸之间斡旋，我知道她很累，我也知道她爱我，但她更在意我爸。要不是心里憋着一口气，也确实放心不下我妈，我早就不想在这个家待了。我妈说了那句话后，就没再搭理我爸。我带着小宝稍微洗漱了一下，就准备睡觉。睡前我看了眼手机。 赵志飞给我打了不少电话，发了很多短信，我一见已读，丝毫不关心他说了什么。第二天，我刚和小宝吃完早饭，就被我妈带着去了书房。一夜之间，我爸的头发白了不少，他整个人看着也没什么精气神。不过我内心毫无波动。我托朋友找了个厉害的离婚律师，你跟他联系一下。 你好，离婚协议。我达到了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心里松了口气。不得不承认，我爸的人脉要比我强得多，通过他找的人，肯定比我自己找的厉害。该利用的，我不会矫情。你和赵志飞结婚前我，我让他签了份协议，如果你们离婚，他是过错方，那他只能净身出户。 这次你们走之前，我找他聊过，透露了点对他的认可和我想退下来的想法，这可能让他拎不清自己的位置了。说到这里，我爸沉默了半晌，在我想走时，他说出令我震惊的话：“淼淼，你很优秀，是我拉不下面子承认过去的我是错的，才一次次打击你的成绩。” 不少人羡慕我有一个好女儿，我心里也觉得你是我的骄傲。多年的伤害不是这一句话能抹平的。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提前给小宝过了生日，跟他约定会尽快回来后，我带着律师拟好的协议回去。小宝生日当天，赵志飞打来电话，这么多天他一直试图联系我。 但是我没搭理他。电话接通的瞬间，他差点没反应过来。淼淼，淼淼，今天小宝生日，你带他出来玩吧。上次的事是个误会，你把小宝带来，让两个孩子当面说清楚。毕竟是一家人，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生了隔阂。我果然不能对他抱有什么期待。赶紧回来签个字。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没管他是什么反应。他后面打的电话，我一律没接。我忙着跟保姆把赵志飞的东西都挑出来。可能是看出我态度强硬，两个小时后，赵志飞还是进了家门。他揉着嗓音问我脸还疼不疼，想摸我，被我一把扇开。他变了脸色，但很快又扯出一抹笑。 淼淼，你叫我回来是不是想通了？还有半个月就该报名了，你把名额让出来，咱们就还跟以前一样。我嘲讽的看着他，从包里掏出笔和离婚协议，拍到他跟前。他开心极了，以为我让他签的是转让名额相关的文件，但看到上面写的“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瞬间破防。 扔了笔就冲我大骂：“温淼，你怎么这么拎不清？这么多年，要不是我在你和你爸之间调和，你以为你能在公司工作？比起你来，你爸可更喜欢我。想跟我离婚，你爸那关就过不了。你做什么梦呢？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脾气这么差？”我示意保姆把刚收拾的几个垃圾袋打开给赵志飞看。 当初会选你，主要因为你长得不错，智商也高。现在吗？你脸不要了，脑子也没了。再留着你就显得我太蠢了。保姆把几个袋子系好，打开门扔了出去。赵志飞想上去拦，但久坐办公室的他，甚至不是经常锻炼的保姆的对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这时他电话响起，我能听到对面是麒麟的声音，大概是说孩子病了，让他赶紧回去。赵志飞从进门到现在不超过半个小时，他身上甚至还有麒麟的香水味，就这么一会儿都怕他跑了。麒麟看得还挺紧，赵志飞的脑子好像从遇到麒麟母子后就没了。 丝毫没觉得这么点时间孩子就病了，哪里不对？他挂了电话，恶狠狠地说：“这协议我不会签，我倒是要看看你爸在咱俩之间会选谁。”我知道赵志飞没那么容易松口离婚，正准备搜集证据时，证据自己就找上了门。赵志飞刚从我这里离开，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是这边公司的执行经理人。我爸之前确实很看好赵志飞。这边公司是开了不久的分公司，我和他职位相同。我爸的意思是我们俩谁先出成绩，这个公司就交给谁。我没想到，短短几个月，赵志飞就敢挪用公款，用的还是我的名义。可能是麒麟太会哄了。 赵志飞挪用的公款全花在了他们母子身上，一开始没引起注意，是他挪用的数额不大，能被发现是因为确实要到小学报名的日子，而赵天豪还没有着落。赵志飞挪了一大笔钱，想买个带学位的房子，他以为不会被发现，甚至发现了也不会有什么事，因为用的是我的名义。 好在执行经理人明白到底公司姓温，发现的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我不知道麒麟哪来那么大的野心。看到私家侦探发来的东西，我才知道赵志飞的哥哥不是简单的因为意外去世，他染上毒瘾，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了出去，最后没钱还债，在被追债的路上被车撞死。 要债的怕惹上麻烦，没敢声张，放了麒麟母子一马。在此之前，赵志飞的亲生父母这些年其实赚了些钱，麒麟也是过过好日子的。他住的地方周围也有学校，但师资力量比不上我想让小宝上的这所。也是遇到赵志飞后，他可能起了让他儿子进好学校的念头。 这才一步步哄着，让赵志飞跟我产生嫌隙。拿到证据的第一时间，我雇了些人去麒麟的公司找茬，曝光他的人品，同时让公司报警，丝毫不顾及和赵志飞多年的情分。赵志飞被警察带走调查后，好几个朋友给我发来一段视频，我这才发现麒麟在网上颠倒是非。 说我不给他和赵天豪留活路，他把赵天豪头上缠着绷带的照片发在评论区，说在幼儿园被小宝霸凌，还说自己清清白白，被我以势压人，随意泼脏水。不明真相的网友被他哄骗，不少人骂我，甚至还有人通过麒麟的只言片语查出我的真实身份。 给公司和我家寄花圈，说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其实没人知道，我刚毕业那年和朋友投资了个幼儿园，这些年发展的不错，成了连锁。麒灵以为那天在幼儿园的事没有录像，所以他随意发挥，丝毫不怕会有人揭穿。我把幼儿园园,园长发来的视频发到网上反击时。 扭转了网友对小宝的看法，有人反应过来，麒麟是在故意卖惨，但大多数人还是被他柔弱的外表蒙骗。麒麟趁机发了第二个视频，这次他放出赵天豪和赵志飞的照片，以长相和姓氏以及赵天豪比小宝大为由，明里暗里说我是小三，抢了她老公。 抢了他孩子的爸爸，这种舆论战打得我烦得不行。可偏偏网友最容易被煽动情绪，最近我家的股票都被影响了不少。我动作很快，在他发出视频的一个小时后就贴出证据，从赵志飞的出身到我们家对他的资助，从我和赵志飞的婚礼到孩子的出生证明。 以及他这些年的行动轨迹，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和麒麟接触。多亏我爸的人脉，我甚至找到了赵志飞和他哥当初的出生证明，证实他是个双胞胎，证实赵天豪只是他的侄子，以及麒麟和赵志飞他哥的结婚证，上面的名字不同，照片仔细看。 能看出赵志飞的哥哥眼角多了颗黑痣。麒麟不是说我这个有钱人仗势欺人，那我就用有钱人的方式，求锤的锤，让他身败名裂。赵志飞给他花的每一笔钱，那条帖子的评论区都有明细，究竟是谁心思不纯，昭然若揭。网友觉得被麒麟耍了。 纷纷在他的账号下骂他，吓得他注销了账号。他的公司其实很人性化，在出事后只是让他回家休息。他非要作死，这下公司宁愿赔钱也要把他辞退。他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房东看到网上的评论，强势收回了房子，把他和赵天豪赶了出去。 其实我本来没想把事情闹这么大，是这两个渣男贱女，还有那个小畜生，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他们能有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赵志飞托人给我传话，说他知道错了，求我把他捞出来。我拿着离婚协议去了看守所，示意他不签字，我不会跟他多说一句废话。 赵志飞还想拿捏我，见我真的准备起身走人后怕了，他不情愿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淼淼，麒麟做的事我都知道了，是我鬼迷了心窍。你看在小宝的份上，看在这些年我对温家尽心尽力的份上，原谅我一次吧。我仔细看了看赵志飞签的字，确认无误后，抬起头对他笑了。 你这些年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给了我一个小宝这么好的孩子。赵志飞眼睛一亮，以为我会就此松口。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就不找人在监狱照顾你了。你犯了错，总要赎罪，老老实实在里面改造吧。别想我会对你心软。我转身离开，不顾赵志飞在身后的痛哭与叫骂。 有了赵志飞的签名，离婚后续的事情我就不用再操心，有人会替我处理好。这段时间因为麒麟和赵志飞公司的业务受了不少影响，我怕照顾不好小宝，跟他再三保证，忙完就把他接来后，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忙了半个月，吃住几乎都在公司后。 这场闹剧造成的影响终于平息。这天，我走出公司，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散步回家的路上，看到麒麟的身影。一个大腹便便的老男人在马路边对他上下其手，麒麟欲躲，却被扇了个巴掌。离老远都能听到那男人对他的咒骂。我找的那私家侦探最近可能挺闲。 他附赠了我麒麟的最新消息，他傍上了个有点资产的男人，那男的有老婆，把他养在外面。那男人喜欢喝酒，喝多了就要家暴。麒麟不仅被他打，还被他老婆发现端倪，两个人甚至对他混合双打。赵天豪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没多长时间就被吓破了胆，连话都不会说了。 我不太理解麒麟的行事作风，他整个人在我看来都不是很正常。不过现在这些都跟我无关了。我处理事情的那段时间，我妈天天给我打电话，说小宝的近况，说我爸的转变，我没当回事。回去接小宝时，我爸居然难得在我进门时对我笑了一下，我有点稀奇，但更多的。 是不习惯，不知道这段时间我妈是怎么跟小宝说的。小宝主动跟我提起赵志飞，说他已经不在意这个人了，让我不用担心。还一脸笑意的说：“如果以后有人追我，他会替我把关，不会再让我被蒙蔽。”我乐得不行，把小宝一把搂过来，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奶香。不管是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男人对于我来说都不是必需品，他们只会阻碍我的进步。但这些就不用跟小宝说了，现在的他不会明白。我妈想跟我一起走，我爸慌得不行，甚至装起了心梗。我哭笑不得，再三保证我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小宝，才在我妈依依不舍的目光下离开家。 妈妈，以后就我们两个人生活了吗？回去的路上，小宝突然说了这句话。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妈妈有你就够了，我只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长大。小宝笑着倒在我身上。妈妈，我也有你就够了。你放心，我会快快长大，尽量不让你操心。未来可期。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老公的表姐是一座行走的贞洁牌坊。结婚当天，她端来一盆香灰，让我当着众人面撩开婚纱裙摆，蹲在上面打喷嚏，检验我是否还是处女。她说：“只有婚前保持贞洁的女人才配坐红色主婚车。”我挺着八个月的孕肚。 看着故意给我难堪的表姐，一脚踹翻装满香灰的脸盆，我可去你的吧！自己小脑缠裹脚步，还要祸害我。顾硕接亲队伍因意外迟到整整一小时，为了赶上吃席的点，连我先前精心准备的接亲游戏都来不及做，让摄影师简单拍了几张照，就要匆匆出发。 谁知还没坐上婚车，作为接亲队伍一员的老公表姐忽然伸手拦住我，高声道：“等等，新娘子还没接受我们家的考验呢，想上我们家的车可没那么容易。”她推开顾，说：“将一只装满香灰的脸盆放到我跟前，只有婚前保持贞洁的女人才配坐红色主婚车，只要你通过考验。” 就可以上车，通不过的话，那就对不起了，只能坐那个。说罢，表姐指了指不知何时停在婚车外围的粉色轿子。我脑子猛了一瞬，下意识看向顾硕。顾硕推开扯着我胳膊的表姐，沉声道：“包文新，我警告你，别乱来！我老婆怀着孕呢，要是把她气出好歹，我跟你没完。” 包文新白了他一眼，有恃无恐。你别想吓我。小姑说了，结婚仪式这方面我经验多，你得听我的。我是为了你好。包文新拦住我老公，指挥他擅自带来接亲的男友，快把他裙摆掀开，让他蹲在香灰上，朝他脸上喷辣椒粉，看他打喷嚏的时候下面会不会漏气。 这是封建时期宫廷鉴定秀女处子之身的方法。明明知道我怀着孕，却搞这把戏，不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就是想羞辱我。我气得直冒火。本以为表姐男友听了这话会觉得荒唐，谁知她男友嬉皮笑脸着，竟然真的上前蹲下，拉住我的婚纱裙摆，做事就要往上掀。 弟妹，就算你带着肚子，这环节也不能省。婚前失贞的女人本就沾满晦气，香灰正好帮你去晦。就是，今天我就替小姑他们把把门，省得娶个媳妇把霉运带回去。这是什么小脑缠裹脚步的说法？眼见我要被占便宜。 老公情急之下，一把将满脸算计的表姐推到地上。然而，表姐发出的惨叫没能让她男友的动作有片刻停顿。男人粗短的双手已经拽上我的婚纱，我却因沉重的婚纱跟肚子一时避让不开。动作快点！表姐一边趴在地上呼痛，一边勾着奸计即将得逞的坏笑。 目光希冀看着这边，连声催促。我看着裙摆前眼底流露兴奋的猥琐男人，在顾硕拽开他之前，趁着他掀起婚纱一角，直接将脚探出去，狠狠往边上一带。我可去你的吧！自己小脑缠裹脚步还要祸害我，哐当一声。 装满香灰的脸盆被我一脚踹翻，挥洒出去，劈头盖脸照了男人一身，让他连连呛咳起来。此时我有些后悔，因为怀孕穿了平底鞋，要是穿高跟鞋，再痛痛快快来上几脚，我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表姐顿时面色大变，尖叫着跑过来扶起男友：“你竟敢把香灰弄洒！” 看我让小姑怎么收拾你！再不走就赶不上婚礼流程。我懒得跟他掰扯，直接让我这边发现事态不对的亲戚把人扯走，跟老公径自上了车。我跟顾硕一年前领证后旅行结婚，挨不过双方父母恳求，这才在领证纪念日这天补办正式的婚礼仪式。本来简化了流程。 打算将这场婚礼速战速决，原定早上八点半出发接亲，结果包文新作为男方家的迎亲姑娘，特意去婚纱店换了身秀和服，化了个新娘妆，整整迟到一小时才姗姗来迟到我家。见我面色不好，还上前拉着我的手解释：“老一辈的人常说，迎亲姑娘身子越干净。” 打扮的越美，带给新娘新郎的福气就越多，以后夫妻生活和和美美。我为了你们以后夫妻和睦、婚姻幸福，自掏腰包装点的门面。以后你们夫妻感情好，可不要忘记谢我。当时我还没看清包文新包藏祸心，虽然觉得他的行为冒犯到我，但想着习俗或许如此。 也不是不能包容，结果现在才意识到，人家惯会蹬鼻子上脸，就是为了破坏我的婚礼。刚坐上车，坐在前排的摄影师就犹犹豫豫转过头来，小心翼翼说：“赵小姐，咱们刚才那些照片拍的有些废了，得大修。”我以为是刚才荒唐性的那一幕被拍下来。 结果是最开始拍的几张照片都不行。刚才时间匆忙，为了赶时间，让摄影师简单拍了一些照片。原想着不求拍的多好，做个留念就行。拍的时候就没让摄影师特别注意。现在一看照片，差点把我膈应死。这些照片十张里有九张充斥着包文新的身影。 他穿着金红灿灿的绣和服，头上戴着繁杂华丽的凤冠，浓妆艳抹，在一众浅色调伴郎伴娘的服装衬托下，分外突兀，正好让我想起他刚才好像就是故意往我们身边钻。顾硕揽着我肩头看照片，脸色发臭。早知道他还是这副德行，我就不会同意他来。 原来包文新的父母极为推崇女德教育，成天批判现在的女人在外面抛头露面太不检点，有钱人家根本不会娶这样的女人。他们想着，只要把女儿往旧时代妇女的样子培养，将来家里的门槛恐怕都要被有钱人家踏破。于是，对包文新实行女德教育，教他遵循三从四德。 熟读女德、女戒，期盼包文新将来钓个金龟婿，到富贵人家家里做少奶奶，让他们跟着享福。谁知就这样把女儿关在家里培养了二十几年，都没人上门提亲。包文新父母坐不住了，成天催促包文新出门找男人。正巧那时顾硕大学毕业，意气风发，神采飞扬。 包文星跟着他爸妈去我公婆家拜访时，一眼就相中了他。在他腐朽的世界观里，表姐嫁给表弟不是违反公序良俗，而是亲上加亲。况且顾硕并非公婆亲生，两人结合后不用担忧近亲结婚会有的弊端。于是留宿当晚，包文星故意在客厅泡脚。 以顾硕看了他的脚为由，让他负责。顾硕被这荒诞不经的说法吓了一跳，当场拒绝。现在看来，我把你抢走，他对我怀恨在心了。我冷笑道：“为了防止包文新再次破坏婚礼，我直接让我那边的亲戚把人压着。顾硕更是给伴郎发大红包，让他们帮忙在外头守着。” 有着双重保障，婚礼总算正常进行。就在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不会再有幺蛾子时，新婚一日大早，包文新竟然带着一众暂时留宿顾家的亲戚闯进我们的房间。他进来时，我跟顾硕甚至还穿着单薄的真丝睡衣躺在床上。 感觉到被窝里一双冰凉的手在胡乱摸索，我吓得差点窜起来。包文新从被窝里掏出一张雪白的帕子，扬着眉道：“白喜帕没见红，放到以前前就是新娘婚前失要被活活烧死，放到现在也不能轻轻放过。走吧，就算你怀了阿硕的孩子。” 也得去祠堂祖宗牌位前说明缘由，奉上香火给他们赔罪。说着，他上手就要将我扯走，要不是顾硕眼疾手快将被子拉上，我差点在一众亲戚前走光。顾硕气得大骂包文新是神经病，直接抄起昨天用来挑里的扁担挥舞一通，将包文新连同一众亲戚赶了出去。 我深深吸了口气，目光越过看热闹的亲戚，看向后头心虚躲闪目光的婆婆。顾硕察觉到我的目光，直接跟他婆婆道：“你要是真见不得我跟小玲安生，我们现在就走。”婆婆这才急了，连忙配合着将包文新拉了出去。顾硕做事收拾行李，准备回我们两人的小家。哎呀！ 你表姐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别当真啊！见顾硕动作不停，婆婆急道：“你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亲戚都没走完就闹成这样，我还没跟你们急眼呢，你们给我脸色看干嘛？再说又不是我指使他的，你们有气撒我头上干嘛？”我沉沉看了顾硕一眼，等他说话。顾硕下颌线紧绷。 要不是你的坚持跟默许，他昨天能给小玲难堪，今天能直接闯进我们反锁好的房间。婆婆眼下不忿，拿极有主见的儿子没办法，放任他乱来是我的错，我让他来给你们道歉，这总行了吧？然而包文心坚决不道歉，飞快离开了顾家。当晚。 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个同城视频，视频文案写着“一百条华子拿下新娘”，你见过这么金贵的新娘吗？再一看视频画面，这不对着我家大门拍的吗？我们这边有结婚当天男方要给女方这边拦门的亲戚发烟的习俗，原本为了简化掉这些伤情又伤财的环节。 我特意让顾硕早到一小时，尽量避开可能会借这个环节没完没了拦门要烟的亲戚。结果为了等包文新，迎亲队伍还迟到了。好在我妈约束好了亲戚朋友，让他们少闹腾。最后，顾硕以防万一带来的一百条华子只发出去几条。我看着视频博主熟悉的头像。 正是包文新本人。这条视频已经有一百多条评论了。我点进评论区时，甚至看到包文新在评论区置顶了一条大言不惭的评论：“这个新娘架子大得很，没个十万的烟拿不下来，肚子带的跟西瓜一样。婚前这么不检点了，还觉得自己是什么金贵人物呢？” 底下的评论都在批判我拜金，结个婚要把婆家掏空，我气得发抖，直接打电话给包文新，让他把视频删了。他惊讶我刷到了这个视频，在我言辞厉色下识趣说马上删视频。没过两分钟，视频就删除了。不料当晚，顾硕竟然也刷到了这个视频。 原来包文星根本没删视频，只是对我设置隐藏了。此时视频底下已经有一千多条评论，大部分都是骂我跟骂我父母的，少部分本地人提出了质疑：“不对啊，我记得我们这边的礼没有这么重吧？除非是那种卖女儿的人家才会为了面子不顾礼节，放任亲戚狠拦新郎。” 大部分都是一丝一丝，华子发出去几十条都是多的了，怎么可能发掉一百条啊？包文新把所有骂我评论都赞了一遍，唯独回怼了这条质疑他的评论。景山御园三栋二单元七零二室，新娘不仅让新郎带了一百条烟，进门红包都要好几沓红票子才给进呢，有图为证。 不信自己去人家家里查证。包文新在下面贴了张照片，包里塞满了鼓鼓囊囊的红包。不仅如此，新娘家还收了新郎一百八十万的彩礼。他把婚礼当天各种细节贴出来，言之凿凿，让相信他话的人更多了。这时，我妈给我打来电话：“小玲啊，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刚才有人跑我们家门口扔臭鸡蛋，还有泼油漆的，幸好我及时叫了保安制止了他们。现在那些人聚在咱们小区门口拉横幅，骂我们一家是吸血虫。我将包文新干的事情跟他们说清楚，赶紧叫我妈最近先不要住家里了，给他们订宾馆，让他们在外面避避风头。 现在经济下行，很多人戾气重。看着评论区里一些过激的评论，我难保不会有偏激的人再度上门对我爸妈造成伤害。我妈声音带着惶恐、着急、忙慌叫，叫我爸收拾衣服。天杀的！我们家招他惹他了。结婚那天那么讲究晦气福气的，现在随便造谣，倒是不怕给自己造口业了。 我捏紧了拳头，包文新简直欺人太甚。律师函送到包家的那天，包文新气焰嚣张，联系我。一张纸而已，你吓唬得了谁？我上网查过了，这东西都是人家发着玩的，根本没用。我就是要让阿硕后悔，他当初不选冰清玉洁的我。 反而选了你这个不自爱又名声发臭的女人，是个多么大的错误！我冷笑一声：“包文新，用贞操跟名声道德绑架女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这招我可不吃。既然你觉得律师函没用，在家多等一会儿，法院传票马上就到。”收集完包文新造谣的证据后。 我这边的律师函跟法院的传票同步发出，给我搞了那么多糟心事，这次我可不会就这么算了。我这人睚眦必报，不兴女人就要以德报怨、逆来顺受那一套。法院传票送达当日，是我跟顾硕婚嫁最后一天，本要收拾东西回市区的小家，却被婆婆拦了下来。待会儿你舅舅他们要来。 顾硕冷声嗤笑道：“终于知道来道歉了。”我瞧着婆婆嗫如踌躇的模样，对顾硕的预想不抱希望。果然，包家二老跟包文新根本不是来道歉，而是来兴师问罪、爹位说教的。作为一个女人，就该有一个女人和谨恭顺的样子，动不动就学男人，这冲突那冲突的，不成样子。 你跟文心两个人都有错，但文心现在还是黄花闺女儿，行事冲动些可以理解。你却已经是顾家媳妇，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跟一个未婚嫁的小女孩斤斤计较，属实不该。念在你是初犯的份上，你跟我们文心赔个礼，道个歉，再把官司撤了，我就让你婆母原谅你的失礼。 不然以后婆家的搓磨够你受的。包文新他爸，也就是顾硕舅舅，叼着烟，翘着二郎腿，坐在客厅沙发主位上，悠悠然说道：“我听着他肚子里没有墨水，却强装文绉绉说话的样子，差点顾不上生气，就要笑出声。顾硕却看不得他，就在我面前摆谱。” 直接上手夺走她嘴里叼着的烟，摁到婆婆给他们盛茶水的茶壶里。我可不认为这个是我媳妇有错。要说行事有章法，我还是觉得我二十五岁的媳妇比你们家三十二岁的黄花大闺女做事更冷静、更有条理。再说了，大舅，新中国成立没有知会你们家吗？ 现在已经不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时候了，在我家我媳妇最大，谁都甭想欺负她。顾硕的视线转向婆婆，目光如炬。婆婆愣了下，结结巴巴开口：“对，谁也别想欺负我儿媳妇。”见婆婆被他儿子压制，不敢对我有二话，顾硕他就砰的一拍桌子，站起来。 他就本要指着我的脑袋大骂，我把男人的魂勾走，弄得顾家乌烟瘴气，家庭地位颠倒。谁知顾硕也站起来，神色阴沉，居高临下俯视着他。让他一下子消了声，转而对我婆婆怒道：“我是来上门给你撑腰的，知不知道？儿子儿媳忤逆不孝，都爬到长辈头上来了，你还放任不管，真是没用。” 顾硕也转头问我婆婆：“妈，你说是我跟小玲在理，还是大舅说的有道理？”公婆年轻时生不出孩子，领养了顾硕。不到一年，婆婆竟意外怀上孩子，但自那以后，他们就对顾硕苛待非常，时常对他打骂，连吃饭都是平时偶尔心情好时赏他一口剩饭吃。 那几年，要不是我天天给他带饭，顾硕早就饿死了。直到他们的亲生孩子意外夭折，顾硕的生活水准才勉强恢复了正常。因为曾经的亏待，加上没了亲生孩子的倚仗，顾硕发达后，婆婆可以说对他百依百顺，生怕顾硕这个养老工具人跑了。就算心里对我有再多意见，他也不敢说。 只期期爱爱说：“你跟小玲是读书人，自然是你们在理。你就老糊涂了，你们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什么撑腰不撑腰的，有我儿子在，我腰板就挺得笔直的。不管包家人是谩骂还是道歉，我都坚持不撤诉。最终他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气得牙痒痒走人。” 他们回去后，不知从哪打听了消息，在得知我如果坚持提起民事诉讼，包文星极有可能被拘留并罚款后，一改强硬的态度，跟我服软，让我撤诉，可以在网上发视频公开道歉，并赔偿我们一家人精神损失。包文新怒目切齿道：“赵玲，你别太过分，私下道歉可以。” 凭什么我要给你全网道歉？就凭你进去蹲几天，你男友就不会要你了。我施施然道：“包家对包文心的培养终究没有白费。陈大宝家里的封建程度相比包家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就想要一个遵循三从四德，奉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 从一而终理念的就是儿媳，但前提是这个儿媳真的清白，不仅是身体上的清白，还有履历上的清白。蹲过牢的肯定不行，就算是不会留案底的拘留。最关键的是，我知道包文新跟陈大宝的婚期已经准备提上日程，现在正在谈婚论嫁的关键阶段。 包文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相称的男人，不可能在最紧要的关头让自己功亏一篑。你，包文新气节。半小时后，包文新的道歉视频发出来了，我已经发出来了，赔偿的精神损失费打到你卡上了，现在可以撤诉了吧？我静静看着视频，半天不涨的点赞量。 猜测这个视频仅我可见。拿顾硕的手机一看，果真如此。你的道歉要跟你犯下的错误对等。等这个视频的点赞数跟评论数超过你造谣的那个视频时，我自然就撤诉了。最后，包文新只好将视频彻底公开，然后怒砸一笔钱推广。然而，就在撤诉后。 以为生活就此风平浪静时，两个月后，一封举报信投到了我单位领导手上，上头写着我收受巨额彩礼、举办奢豪婚礼的行径。小赵啊，不是我不帮你，咱们单位走在最前线，要给大家做榜样的。上面年初就下了文件，倡导低彩礼、零彩礼的婚嫁新风。 你说你什么时候干这事不好？非得在升职的紧要关头出这事儿？即使你工作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也不能光看工作能力不看生活作风把你提上来，不然以后大家有样学样，单位的风气都被带坏了。领导，真没这回事，一百八十万彩礼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我跟顾硕从没考虑过彩礼的问题，只在结婚当天亲戚们问起时，为了让大家少揣测，开玩笑将彼此婚前的房产说是各自的彩礼跟嫁妆。没想到被有心人听了去。至于这有心之人，大概率就是老熟人包文新了。我想起身跟领导解释，却被他按住肩膀。哎。 少安无躁，小赵，这是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的？一切都要等调查过后才知道。可到那时候，升职的机会就落到别人的身上了。领导摆摆手，示意我不要浪费口舌。你还年轻，以后升职的机会多的是。小林跟你不一样，他年纪大了，又是男人。 在现在的位置上待了四五年没挪动过，再不往上升，家里婆娘就该有意见了。你也不要有想法，觉得我偏心亲戚。在这档口你出了事，升职的机会顺位给小林本就理所应当。再说你带着肚子，就算升职，将来有没有精力胜任岗位还是个问题，就别想那么多了。 我缓缓在工位上呼气吐气，好一会儿，才沉住气，没把手边文件往我领导的秃头上砸。既然事已至此，我就暂退一步，向单位请了产假。听说半个月后，上属单位会派人下来巡查，我倒要看看，没有我兜底，领导的侄子小林会给他怎样的惊喜。 再有就是包文新那边让我明白，斩草必要除根，不能留一丝隐患。包文新还不知道我已经通过比对字迹，确定了他就是匿名举报我的人。在我到医院生孩子这天，他竟堂而皇之跟我借钱置办嫁妆，他还带来一套歪理，试图说服我：“你本来怀的女儿肚皮是尖的。” 要不是我结婚那天给你带来的福气，你还生不出带把的呢。哦，你确实是你把我的女儿变成儿子的。我好奇地问：“那当然了。”包文新振振有词：“都是那天特意打扮才给你带来的福气，我帮你生了儿子，让你坐稳固太太的位置。你借不？” 给我一百八十万，就当给我添妆，感谢我就行。你不知道我们那还有一个说法吧？接亲的姑娘过得越好，给新娘子带来的福气越多。等我嫁进陈家，你也会越过越。我神色一沉，打断他：“钱你就别想了，我没叫你赔钱就不错了。我跟顾硕盼闺女盼了十个月。” 结果临了，你把闺女变成儿子，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了，你倒惦记上我的钱了。包文新一噎，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的？他狐疑看我一眼，你不会是不想给感谢费，随便找的借口吧？我不搭他的话茬，转而道：“怎么突然说要置办嫁妆了？你们本来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我明知故问道。 一个星期前，我刚安排好人，现在看来他的进展还挺快。包文新不愿跟我讲，我却知道细节。最近，陈大宝看上了一个名叫孙柔的女人，跟包文新这种半六子女德人员不一样。孙柔系统性上过几年正经的女德班，并且取得了女德班机构颁发的证书。 加上比包文新强上不止一星半点的家世和他温柔讨喜的性格，现在的孙柔俨然是陈家二老心目中最佳的儿媳人选。听说这两天孙柔把二老哄得找不着北后，二老一个劲儿撺掇陈大宝跟包文新断了联系，让他赶紧把孙柔娶进门。 陈大宝大抵跟包文新还有几分情谊在，但见过孙柔后，已经不甘心娶一个方方面面都差别人一指半指的包文新，于是跟包文新说：“要是你能拿出比阿柔更多的嫁妆，我就娶你。”于是这才有包文新来我这借钱的事。包文新到我这借钱无果，回去后不知道跟包父想了什么法子。 最后竟倒腾出一百万来当陪嫁，只是在知道他凑够钱的当天，我就把手里捏着的老旧照片发给了孙柔。那是几年前包富觉得投资女儿失败，意识到包文新在婚恋市场的价值趋近于零，将包文新赶出去谋生时拍下的照片。包文新自诩冰清玉洁。 实际上，几年前就在林氏鱼龙混杂的足浴城混过。多年前抱怨读书累，家里让他辍学在家自学女德，说以后可以轻轻松松嫁个好人家时，包文新没有片刻犹豫便答应了。早早离开学校的他，自然没学到什么谋生本事，又嫌不需要技能的服务员钱少事多。 最后进了足浴城，给人洗了两年脚。这个足浴城是否正规，有没有隐性服务不重要。我只知道有这些证据在，哪怕包文新再怎么解释，本就思想陈腐的陈大宝也绝不会再接受一个天天摸陌生男人脚的女人。果然，没过多久，孙柔就告诉我，陈大宝跟包文新分手了。 为了挽回陈大宝，包文新怀孕了，但他挽回的结果显然不理想。陈大宝心里已经认定他是个不干净的人，发生关系后更没了滤镜，将包文新弃之如敝屣。令我没想到的是，包文新被抛弃之后，竟然爬上了顾硕的床。顾硕沉着脸，将衣服包得干干净净。 浑身赤裸的包文新扯出房间，拉到婆婆跟前，当面质问：“这是怎么回事？人是你放进来的？”“哎呦，你怎么？”婆婆惊得吸气，赶紧拿衣服给包文新穿上。婆婆没想到顾硕这么不领情，女人都送到床上了，结果碰都没碰，直接把人赤条条从房间里扯了出来。 我听见声音从宝宝的儿童房出来，见着这场面，不禁挑了挑眉。婆婆无非是觉得顾硕跟我成了家，跟他越发生分。顾硕又向着我，他根本没法拿捏我，所以想要拉个人进来，既能拉拢儿子，又能有个人加入他的阵营，跟我这个他不喜欢的儿媳妇形成对立。 婆婆没注意到我已经发现情况，还在神神秘秘的拉着顾硕小声说话，好像试图说服他接受包文新。你媳妇刚生完孩子，没法伺候你，我这特地多找个人伺候你，你还不乐意呀、啊？再说文心是你表姐，都是一家人，知根知底的，你就放心吧。赵玲要有意见。 让他来找我，我嘴角噙笑，轻轻拍了拍婆婆的肩膀：“妈，你让顾硕放心。你知道人家安的什么心吗？”婆婆吓了一跳，面色煞白，转身看我：“要是顾硕有意，几个月后，你就要替别人养孩子了。”我意有所指道：“顾硕连忙窜到我身边，躲到我身后，在我耳边保证。” 她绝对不会有意，也不会替人养孩子。听了我的话，婆婆的目光倏地投到包文新的肚子上，包文新下意识拿手护着肚子。婆婆脸色巨变，顿时气得满脸通红。好啊，你个小蹄子，竟然骗我！说什么对阿硕情深难忘，原来是打着让我们家给你养私生子的主意呢。 婆婆的声音尖锐刺耳，儿童房立马传来细微的动静。我返身回去看娃，有顾硕在这，不怕他们闹腾。顾硕则捏了捏眉心，不耐道：“好了，不管你们打着什么心思，我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出去。”包文新立马潸然泪下：“阿硕，我真的无处可去了呀，我怀孕了。” 陈大宝不要我，我要是回家会被我爸打死的。婆婆不可置信：“我是你妈，你也要赶我走？”顾硕收起在我跟面前的温情，面无表情道：“要是还想要钱养老，以后就别从老家过来掺和我的事情。”说完，转头看向包文新，带着厌恶道：“至于你，是死是活关我屁事。” 赶紧给我滚！包文新往儿童房冲的时候，谁也没预料到。既然你们都不在意我，我就要把你们最在意的东西毁掉。我听到包文新癫狂的声音，下意识去锁门，谁知根本来不及。包文新已经碰到宝宝的手腕，就要将小小的他拽起来往地上扔。我知道，只要他将宝宝拽起来。 一切都晚了，电光石火之间，我甚至来不及思考，狠狠撞向包文新，将他撞飞出去。下一秒，看到宝宝躺在原位，顿时松了口气，瘫坐在原地。只是宝宝的右手臂刚刚被拽离身旁，此时正发出小猫般的哭叫。顾硕将包文新绑住，叫了救护车后报了警。 我看着好端端窝在角落的包文新，恨得咬牙切齿。此刻，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护身符，只要孩子在，想把人送进监狱，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我让孙柔悄悄跟包文新联系，说自己无法怀孕，让他告诉包文新，只要他把陈大宝的孩子生下来。 就算孩子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以后他也会把孩子当做亲生的抚养，同时让孙柔许诺包文新每个月给他一笔钱。当初为了能筹齐百万嫁妆，包父曾找人以包文新的名义贷下巨款，谁知后来好事没成，包父便彻底放弃包文新。 将百万陪嫁放进自己裤腰带里，卷款跑路。现在包文新身负巨债，每天都被催债人骚扰。得知孙柔无法生育后，包文新果然跟我预料到一样，没有答应孙柔的请求，而是又联系上陈大宝，将孙柔无法生育的事情告诉他，只要能跟陈大宝在一起。 百万债务偿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他干嘛费力帮孙柔生孩子，去要那仨瓜俩枣的？谁知陈大宝知道这时候，竟然没立刻答应包文新结婚的请求，而是状似纠结道：“你们两个我都爱，我实在不知道选谁，你给我点时间想想吧。”然后孙柔主动提及让包文新住进陈家。 孙柔作为陈家未过门的儿媳，能如此大度、体贴、包容包文心的存在，不仅让陈大宝大为动容，陈家二老对他也越发满意。倒是看想要靠孩子上位的包文心不满起来。等到孙柔开始不服原来模样，针对起包文心时。 陈大宝为了等孙柔的陪嫁填补公司亏空，对他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全当没看见。陈家二老则无事可做，陪着孙柔体会起搓磨起包文新的乐趣来。于是，肚子越发大的包文新不仅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全家人准备早餐，还得负责全家的家务。 但凡哪天的餐点味道不好，别墅哪个角落积下的灰尘没清理干净，包文新就会被赶到别墅大门旁的狗窝里睡觉。孙柔跟陈家人对他轻则骂，重则打。偶然包文新忍受不了，想离开陈家的时候，刚走出大门就被外头追债的人盯上。现在除了陈家，他无处可去。 只能将所有苦楚暂时咽下，筹谋来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包文新临近预产期才结束。孙柔跟陈大宝订婚的前一天，我告诉孙柔她的任务结束，可以离开了。孙柔突然不见了，人间蒸发，怎么都找不到人。陈家出现了大动荡。 等着孙柔嫁妆填补亏空的陈大宝慌了。彼时包文新在医院生孩子，听到孙柔识相离开消息的包文新顿时喜笑颜开。就算生了个他看不起的丫头片子，也影响不了他的好心情。这下陈大宝是他一个人的了，陈家的荣华富贵以后只有他能独享。谁知没等他出院。 就听到了陈大宝即将跟富家千金联姻的消息，包文新等不及办理出院手续，匆匆跑去婚礼现场质问，被门口的保安拦下来，怕他在门口不依不饶闹事搅黄婚礼。陈大宝直接找了个借口打发了他，谁叫肚子不争气，不能给我生个儿子，渣男贱女就该锁死。 在我的搅局下，富家千金在婚礼开场前一刻知道了陈家的烟杂事，当场悔婚。这次包文新终于成功跟陈大宝在一起了。时过境迁，两人的感情已经不掺一丝真情，全是利用。知道真相的时候，我跟顾硕差点惊掉下巴。陈大宝挪用陈家公司资金的事情暴露。 破产就在眼前，跟包文新在一起只是为了分摊债务。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顺利的话，他可以让人做局，将债务全都转移到包文新头上。而真正让我更为震惊的是，包文新那天被陈大宝拒绝后，一气之下竟然偷偷掐死了刚出生不到一周的女儿。现在想通过再度怀孕。 逃避刑罚。后来，双方发现对方的真实目的后，俱是难以接受。两个人孽缘纠缠，最后双双死在别墅大火中。从孙柔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已经休完产假，回到工作岗位很久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曾经的竞争对手林旺。 在没有我兜底的情况下，工作出现几处重大纰漏，正巧被上面下来巡查的领导带到，被降了职，转调去其他部门。产假回来没多久，曾经的领导因为被查到挪用公款，直接吃上了国家饭。没了两个碍眼的人，我每天神清气爽上班，很快便抓住机会升了职，弥补了之前的遗憾。 家里的宝宝每天在慢慢长大，已经牙牙学语，差点给宝宝带来灾祸的婆婆，在顾硕的强压下，再不敢上门，怕惹来我们嫌恶，被断养老金，匆匆回了老家。我的世界终于没有烂人来打扰了。